急救案例。癫痫。有拍摄，拍摄。红豆蛋，红豆蛋，红豆蛋，红豆蛋。大家看看影片就好，看影片。好，可以了，好，没事没事。拿过来跟着拍。要下课的时间哈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请张医师也入场休息。你很害怕，就把它怎么样？立即当天，我是宁夏银川的，我自己也是医生，这种情况我已经发生好几次了，在公众场合也是动不动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有一次在诊所也是，和病人从一楼走到二楼，就在楼梯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可以大一点。您自己本人是医生吗？是的，就是从一楼走到二楼楼梯拐弯处的时候就啥都不知道了，这是一次。然后在外边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发作了三四次，不过我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身边都有同事或者是朋友，我这已经是三四次让被人救回来了。过去都是采用什么方法把您救回来的？都是采用这种方法，稀里糊涂我就过来了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